有韩国媒体透露 Super Junior 成员利特的姐姐朴仁英将在今年9月和圈外男友结婚。利特的姐姐在日前公开了唯美的婚纱照，穿着纯白婚纱的她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据了解，双方家长从年初就开始商讨婚事，由于受到疫情的影响，婚礼并不会盛大举行。而粉丝们都知道 Super Junior 不止成员之间团魂满满，就连他们的家人也相处得非常融洽。因此利特姐姐结婚的消息一出，就有不少粉丝猜测到时候可能整团的家长都会出席呢。另外还有粉丝提到，婚礼祝歌应该会请金希澈来唱吧，毕竟他在认识的哥哥里曾经当着所有的人面前承诺要替利特的姐姐演唱祝歌呢。究竟金希澈会不会遵守承诺呢？粉丝们就拭目以待吧。